家好，我是 Carmen。大家都会想开开心心咁迎接新嘅一年，咁而家咧我就会教大家画三个充满幸福感觉嘅妆容啦。咁第一个教大家画嘅会系一个 glam look 啦，佢会用一个粉红色嘅 base 做咗一个打底先嘅，另外会用一个黑色嘅眼影咧，会营造出一个大眼有神嘅效果啦，会画翻喺一个眼睫嘅位置，咁黑色嘅眼影都会着重翻用嘅范围会多少少嘅，咁都会适合翻一啲系 party 啦或者系晚宴嘅时候去用翻。配合翻深色嘅眼影，俾个 tips 大家，唇部就千祈唔好用太深色。所以今次我哋会衬翻一个 nude 色嘅唇彩，望落去就会 trendy 好多啦。第二个教大家化嘅系一个 romantic look， 咁会主要系用紫色为主啦。呢、這个咧都会适合翻喺情人节啦，或者系一啲新年啊呢啲时候咧庆祝嘅时候去用翻嘅。咁呢个会着重翻紫色咧，会喺眼眉嘅位置啦，营造翻一个浪漫嘅效果啦。咁眼头嘅位置咧，会用翻粉红色呢一个去带翻呢个渐变嘅效果出嚟嘅。第三个教大家化嘅一个 cheek look 咧，都会混合咗有少少韩式嘅元素嘅。咁而韩式嘅化妆咧，都会着重翻喺眼线嗰方面。咁眼影啊、颜色嗰啲咧，就会比较浅色少少嘅。咁今次都会用咗一个浅蓝色做眼影啦，另外会用一个黑色嘅眼线去加粗翻嗰个眼部个轮廓咁样啦。咁眼尾嘅位置咧，都会有少少翘嘅呢个眼线，再会加翻有少少深蓝色嘅眼影喺眼尾位置，因为韩式嘅化妆咧，眼影嗰方面咧都会浅色少少，所以都会衬托翻一个比较深色啲嘅唇，营造翻一个比较突出啲同埋比较 sharp 啲嘅妆容嘅。